大象吗？ 猴子大象吗？ 这个地方，对，以前碰到十几年前碰到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对，可是滑到那个滑，看不清，滑没结了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还挺爱穿白拖鞋？对，这个地方，对，确定吗？对，确定吗？对，确定吗？对，我给你怎么？你不要让我肩膀。哎，你不要让我肩膀。脱鞋，需要脱鞋子吗？只要不要让我肩膀。我需要系脚吗？你系吧系吧。哎，赶紧往前推的时候，你看你。 张老师好幸福哦，我们都没有得摸你长的屁屁。十块钱，好不好意思，十万块。Hello。谢谢。真的会酸。酸。而且这种十几年前哦，是痛到没办法下床哦。对呀，就觉得生过孩子之后那个。 然后好了，快点，加油！等一下又要加时了。加油！你要是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热一天。热一天。那晚上睡得很好。但是运气不那么好的话，就是马上不动脚。 他们都很多吧，他们摸不了什么那个，让他摸也没用。他们的手没有功夫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对嘛，哥就是。对，刚刚那个，跟着宝马这边来了呀，好像。当时笑得很开心。现在已经变得跟标兵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哇，现在也快点了，那时候痛，就是因为第二张单，他是手修的。哪个地方不太？好黑。